九年，他每天要有半天以猫的身份生活。要是被人发现是猫人的话，那麻烦可就大了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我们都已经熬过了八年十一个月，剩下的一个月也不会有事的。Kitty，姐姐来陪你玩哦。哎呦，快停下来！你怎么了？这个猫如果是野猫的话，建议做绝育，严格。对不起，小婉，每当跟你在一起，我都怕自己会控制不住。猫不可以对人动心，如果这条法则被打破的话，你将永远变不回人类了。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变身，有些是生气啊，或者非常开心，还有就是特别喜欢某个人，你也应该一样。我再也不想隐瞒身份提心吊胆的活着，小婉，请再等等我。